主导媒体拍摄，小弟牵出东方神犬獒犬威吓，体型大，个性凶猛，成了角头老大喜爱的犬种之一。I'm not service。电影里德国狼犬紧盯上门对象，霸气模样，随时捍卫饲主安全。女主角遇袭，两只狼犬冲上前，速度快到对方无法招架，成功击退杀手。2006年，枪击要犯杨双武带着爱妻和爱犬狼狗入住，却在汽车旅馆被警方掌握行踪。我放下来了，是谁到？别换我！即便被抓，却还是心心念念爱狗狼犬。先前无辜角头尤国兴偏好狩猎性高的台湾土狗，日本黑道喜欢土佐犬，有东方斗犬之王之称。虽然凶猛，但对主人相当忠心。而卡斯罗犬深受美国黑帮喜爱，标准的大型猛犬，人称地狱绞肉机。多半喜爱选择比较大型凶猛的犬只。你像比如说挪威纳啦、杜宾狗啦、德国狼犬啦、到藏獒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护卫犬，这些狗实质上也有护卫主人的功能。不管是什么品种的犬狗，此中护主是基本性格。各国黑帮老大养爱犬，不只考虑品种特性，还得兼顾霸气。三圈卷龙马玉环新北市报道。